我发现呢 ，Jasper 几乎没有出现在低清的 YouTube channel。哇！请问你们是不是翻脸吵架了？好了。叮叮超级感谢 Talkinoy 疯狂赞助，谁拿走我的12800第六集，也祝大家2021年新年快乐，咚咚咚咚锵！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奶奶ข้าใหม่นะรอสามไม้มาแค่ไหนนะ好了，我讲华语。好了，今天我的名字呢叫 Rosa， 你们知道哦，什么是喧宾夺主吗？就是把老板踢开哦，自己把他的那个 job 拿过来自己做。所以我今天请了两个重量级嘉宾，一个是我的老师 Jasper， 萨瓦迪卡，我们来跟他哈哈哈。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节目的前老板裴友，萨瓦迪卡，能爽伤心哈哈哈哈。这次来了，一个是我老板，一个是我的导师，两个都是油腻的人。这次这个节目有够潮了。那坦白讲，为什么这一次的1280会比较与众不同呢？因为真的是来宾。完全不能看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喂！所以因为真的是嘉宾有卖点的关系，我就让这个12800升级变成游戏版12800。哇！女做节目这样容易啊？观众的胃口会越来越大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真的是要求会越来越高，他们看久之后会发现，12800，越看可能越来越 boring 了。所以这一次。我要做一个特别企划，谁拿走我的12800升级版比你的胖？游戏规则如下：每个人呢将会有6个杯子，而当中有4个真心话，2个大冒险。第6种真心话的人呢，就要乖乖诚实回答对方为你准备的辛辣问题。如果中大冒险，就一定要接受恐怖的挑战。那怎样才算赢家呢？很简单，嘉宾没有更快丢进3颗乒乓球，他将会是本期比你的胖 winner。可以抱走12800令其附加超级大礼物。相反，如果没有比嘉宾更快，嘉宾将会呸！陈培勇曾经有答应过我，要 tag 我在他的 IG， 我 tag 你一个月，联系 IG。OK， 我要 tag 我，真的会 tag 你。现在我等了半年，小号都没有啊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是直接找 Jasper 上来，直接来还债的啦。拜托你，每一个 shot 都放我的 IG。所以 IG 一直在他脸上看，我还总是 IG 看着我的啊。所以 editor 帮忙直接把 Jasper 的 IG account 放在脸上。Anyway， 所以我真的是牺牲了一级的女的 quota， 请了沙拉的人进来，有罗莎，有沙拉，我马上来开始玩游戏，干嘛来了？好，今天我是评审，所以你们两个先剪刀石头布，看谁先开始啊！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！我相信 Jasper 真的是完全不行，我闭着眼睛。哇，我看你几招。喂，一是因为我吹，我说才这样准。OK， 再次跟大家重复，有4题是真心话，只有2个是大冒险。我们马上来看看我的命运。一号，真心话。哇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没有怕过任何的东西。真的吗？我有什么把柄？他有很多东西呢，其实他私底下都避开问的。今天。我帮你们问 ，OK， 陈培勇，如果你有一个女朋友啊，你会选择公开吗？我真的没有怕过任何人，我有什么把柄？如果有另外一半，真的一定会公开，真的一定会公开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好不公开的。好，那我给你2选1吧，来，米奇哦，他脸 OK 哦，谁？这个还好，还好啦，米奇哦，还有蔡卓宜，啊！你的这整段剪掉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少一题它还可以成立，我们就这样决定。OK， 来讲真话，我们要有些宣誓的，来，请站在中间，来，要以我们的干爹来宣誓，干爹哦，所以不可以得罪哦，对，要摸这干爹，
OK， 好，左手放在干爹的头上，右手伸起来，跟着我念，我陈培勇，陈培勇，会说出真话，会说出真话。如果我有半句谎言，如果有半句谎言，接下来一个业配都没有。如果有半句谎言的话，你就 Welcome to 中国南。米奇哟和蔡卓宜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五秒后回答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蔡卓宜啦！没有，因为米奇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你不要假啦，培勇，你要选蔡卓宜，我知道了。你看那个表情，米奇又一下子就，哎，没有，蔡卓宜。为什么你不公开啊？我说话干嘛？你看看没有，真的只是好朋友 ，very good friend，OK，、okay? 会牵手，哇哇的好朋友。好，这一题我诚实回答了。Yes， yes。好 ，Round Two， 输了的人可以丢球了。OK， 来。不要挡着我。评审，我觉得他影响着我。我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。我不能，他真的很烦。我真的不可以给你赢，我会有报应的，我会有报应的。一定要给他死。会有报应的，一定要给他死，一定要给他死，一定要给他死。哇！还有来一分。应该在我这一边的吗？我看谁比较厉害就进来。来，马上来看题目。我没有什么好怕的，我的人行得正，站得直，就是有一点丑丑。来，第二题，到底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它是真心话。哇！问就问了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敢敢来！我发现呢 ，Jasper。几乎没有出现在低清的 YouTube channel。哇！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请问你们是不是翻脸吵架了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来，这一次的问题啊，全部都不是我写的，是那个培勇他自己在家里一边偷笑一边写的。你懂他怎么笑吗？他是这样子笑的。到底 Jasper 是不是跟低清翻脸了呢？五、你不就是全少？三、二、一，玩完了你鬼！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心。各位，我知道内幕消息哦。我不知道内幕消息，就是这个。对，是不是？不是。啊、来，好了，闹翻了。放心，我是演员，我们只是做效果而已，不要这样认真玩玩呐、啊，你以为？我是跟稿练而已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慢想，凭良心，干爹，来来来，干爹，有良心的东西，有干爹，我凭良心讲，他们的确有找我做，在今年中的时候，有问我要不要拍一些业配的东西，可是因为我 stuck 在新加坡，他的手已经离开了，而且我有机会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太迟了，所以这个业配就没有机会合作，所以没有吵架，没有啊，没有翻脸，没有，你有没有看最近我的 IG， 我还有穿低清的衣服，他们还送衣服给我，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他又出现在低清的 channel 里面了，真的不是要挑拨离间，纯粹为广大的民众发问问题。好，现在培勇这边又拿了一分。Yeah. 同样的，输家还是可以发球的啊！来，输家 go， 包搓车来了 ，OK。好 ，Jasper 没有投中 ，OK， 由培勇来投球，来。Okay. Oh.可以看你的问题先，不要问什么。相信我，你看了问题后，你会马上跑出去。
上看看到底 Jasper 的第一题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。也是真心话。来啊，准备好啊，请问梁志成。那陈培勇一看就知道他妒忌我，看到我人气开始往上爬，看到我的干爹业配开始越来越多了，他要开始砍断。请问梁志强导演和林德荣大哥，谁比较搞笑？你真的要我断子绝孙，断掉我的路？来准备。我有一个真话，可是不可以讲。如果你不敢讲真心话，你就跟我们说。谁比较慷慨？谁比较慷慨？谢谢大哥，谢谢你，因为我知道我后面也是可能会中。谁比较慷慨？不用想，当然是林德荣比较慷慨。对对对对。哦，所以你接下来会离开梁志强导演，是因为他不够慷慨的。我给你要的答案喽，反正这个不是我心里话吗？反正我只是跟稿念的吗？哎，你看。好，现在2-1， yes！ 好 ，Jasper 输家来可以丢了。等 Jasper， 我觉得影片长度差不多了，我们到这边 stop， 和平分手好不好？我看一下。No。 我相信这一题大家会很想要知道，会百分百的中。哎，陪审团，我完全看不到任何画面了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准备。掌声，掌声，在哪里？哎呀，不要停。第五题。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。很多人都知道陈培勇是业配王，请问这位业配王，接下来我要问这一问题，全马来西亚都想知道，没有人敢问，只有谁敢问？他的 bank account 不要问这种问题，不要问这种问题。你们要知道陈培勇有多么的有钱吗？公开，公开，公开！因为我觉得他的问题很恐怖，我需要定定金，我的定心丸呢？定定金，定定金，哎，这好吃。Talking on， yeah。 OK， 这样啊，来，我放你一马。我把这一题换成 challenge，所以我做大冒险，大冒险就边回答的问题。你要回我，你真的要做这个？是我真的是出了名是疯子，我没有做不了的事情。大冒险是陈培勇，请你给我们看你的银行户口。他真是。跟我讲垃圾了，没有做不了的事情，没有做不了的事情，真的啦，我觉得拍节目不可能随时拿手机的，我觉得算了，这题是。各位，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的粉丝朋友们，你们要不要看陈培勇的银行户口里面到底有多少钱？陈培勇，你到底多少钱？六位数、七位数。OK， 我真的从来没有给过人家看 bank account。OK， 我就只给你看。你真的可以看？拜。我陈培勇的银行，一个零，一二三，陈培勇。我来马来西亚就是等这一次了。没有啦，没有，太夸张了，没有，真的很多。来了关键的时刻了，现在2-2，只要哪一方先投中球，就是今天的赢家。要拿走一二八零，还是面对这个地狱般的惩罚呢 ？OK， 我来，如果我输，我给你一二八零。哇，所以这一局只可赢不可输 ，Let the ping pong show begin。各位，12,800块的球。到底会不会进呢？
回你的球 ，OK， 来打赢你。恭喜 Jasper 得到我们的12800，还有128包刀剑奶。哇！这个月不用做工了。哎呀，啊，谢谢我爸爸妈妈。哎呀，给我多拿啊！哎呀，12800开拍到现在，第一个，我相信也是唯一一个赢走12800的嘉宾。所以 anyway， 真的再一次，我要在这里真心的特别感谢谁呢？泰吉诺，谢谢这个远从泰国也要来马来西亚业配的干爹，谢谢你。这是黑皮吃过第一表最好吃的紫菜，泰吉诺。Thank you， 也要谢谢我们的 Jasper。12800，你有忘记啊？什么？真心话大冒险。也对。来，哇，还有道具 ，Yeah baby， 你打开你就知道了。他这样反而更紧张哎。哇哇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亲爱的，不假话。等，你要他也帮牙箍是吗？哒哒哒哒哒，送你一颗龅牙。你看。So same but different. Yeah. 来，你现在戴一下。不要。OK， 来，我们现在去换我。不要这个东西换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要见面啦。我系包牙姑啊。现在呢，我要跟你们介绍我的双胞胎弟弟哦。有请。呀，一。三，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黑皮姑，是黑皮姑，黑皮姑。现在哦，我要教你怎样变成龅牙姑的双胞胎哦。一二三，你是蓝卡定是热卡？你是蓝卡定是热卡？好啊好啊好啊！我不能再这样讲话了，因为还有很重要的业配还没有讲完呢。完完了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 สบายดีนาย恭喜发财。你好，我是黑皮姑。那我的假牙去哪里呢？丢掉了，太臭。那在这里呢，黑皮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在这个农历佳节 ，Talking Noi 呢创造了一个许愿树来给大家许愿啦。每一周将会选出10位幸运儿，把奖金送给你们卡。到底要怎么参加呢？方法 very easy， 只需要在单一的手机里面买满15令吉，并且到 Talking Noi 的 Instagram 的 Bio Link 上面啊，点击许下你的愿望。就 OK 了。那 Talking Noi 在1月4号起到2月28号，连续8周，一共会送出高达38888令吉哦，好多卡。那奖金会越来越高，而第8周的大奖的奖金会高达8888令吉哦。那成绩会在哪里公开呢？当然是在 Talking Noi 的 Instagram 啦，所以一定要 Stay tuned， follow 起来，然后 follow Happy 的 Instagram， 那 Jasper 的 Instagram， 阿 Han 的 Instagram， no need to。Follow， 哈哈哈，卡坤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讲的是Follow 啦 ，Sometime if you free， 呀、yeah. ，我讲真的啊，我的12800，我还以为带过他就忘记了啊，我在等呢、啊。我们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，我们现在马上 bank in transfer 咯。嗯，天哪、啊，你真的转送给我？拍一个节目，12800没有了。你讲的吗？哇，谢谢 Talking Noi。还有更重要，除了12800以外呢，还有128包的 Talking Noi 产品，拿来。谢谢朋友，谢谢干爹，又拿钱又拿钱，你这样